心有一点灵气，顺着安静这个心，我爱穿甲这呢啊顺的气，拢是在世咱的心涌出来，我才有这呢啊明的心出家，是清净中这个灵性，我以顺甲本性是显明这条灵性，爱咱转有情的心，拢是显落来的灵气，出自咱这么稳的心定，是灵魂的灵性，转到这么清的心意呀。灵源是现世境，转咱稳定是心，无形出家一条灵，显露咱的气境，是咱以原来灵气转着顺家一条心，显明咱的本性，转到咱的清顺灵，真法有无有灵性，转咱归现的清，是咱道家一点气性，咱有现世的天性，转到这么稳本性，天元是灵魂的天意，咱来道家是顺母的心，一点有顺的灵性，咱来直通先天本性，恢复这条元天的心，咱有一点灵气，是咱走向清净的心，我爱是一点灵魂的灵气，你向着清净这条灵性，我爱顺着无形的净，这是咱为主的灵气，现个这么顺的灵性，咱爱顺着无缘的心，你有这点清净的灵性。这么清的本性，咱只有看现道家的心，是顺一脉一世，我才走向有稳的心，这是咱清净这条灵魂恢复是天意，道家是顺心，爱咱向的是天命，灵源是灵气，回到清净则是顺心。咱有一条正法性，传咱道家现前，是咱有顺甲稳定的灵魂。我以清净合无神，转咱有定，即世人，即是咱传一脉清净中的心，恢复咱这么明的心气呀，落到这么清的天界，咱只有显灵道灵，是咱随着清净的本性，转乎咱的心。的清净，即世我只有用心对着我的本性清净，即是咱道家即世人，无啊爱予我真稳，我才有即个气流通，回到咱即马真本性啦，天元是灵天神。转来是道天性，
悔过才是咱的本性。这点人生的天意，咱慢慢走向清自己的心，是咱无形这个人生，是你搁再顺回来这条本性，灵魂的灵气，回到这是顺性。爱咱行的是天命的，上苍伊的灵气，咱爱顺着回母的心，一点青天的灵性，咱爱来讲兑现是顺命。有咱一条清净的心，这是咱儒家的灵性，嘛是咱母娘啊转出的神。有咱一条青天的灵魂，母啊伊一顺这条心，这是咱传达清净的天意。老母娘娘伊来讲顺家的神，是咱以清净合神，咱造元天这条灵性，这点是顺家的灵性，嘛是你向当爱清净的本性，无形伊的灵气，咱爱顺家稳定的神，是主宰这个灵性，是咱抓定这尊神明。阿母啊，伊爱咱的情，我以清净这条灵气，向着无形通咱的神。一世人，咱只有用清轻，咱才有这尼啊明的心意，降伫咱即马这个气场的。咱拢是用灵魂对着咱即马这个气生，是咱抓定这个正能量，这个气性，我再来讲出着无这尼啊安静，这是先天的法界。我要向的是家己会知，这才是咱清净这条灵魂，主导咱的气这尼啊清啊。灵魂爱咱现主时，嘛是要讲的无时无刻，这才是咱通灵这点灵性，来到咱的心坚定呢。是咱有这尼啊稳的气，通伫咱即马刹那间的神，向着咱即马这尼顺的理啊，拢是原来的灵性，拢是兑现心的安静。灵源本意是天性，落地顺家是现世，转咱清甲灵魂的气性，是咱对着清净这世人，我要行的是修通的灵性，伫咱回到是天性，是咱搁再转的是天命，灵魂伊的灵性，带予咱清净这个心。我有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这么稳的心，拢是无形的法性，因着咱这么稳的天灵，上苍伊的显明，咱爱看的是现世情，一点原始的灵气，咱只有看现。咱的心，你有一条清净的天性，咱再来回转先天的本性，是咱顺家稳定这条灵魂。老母啊，伊咧讲会稳，
拢是象征这条灵气引着咱的心。我以清净之势，要甲我这个心行转来，这则是咱定中这个法性，是我用着真法，要来讲甲这个心写出着慧能这条性质。这个是天理中，我找出着家己这条原形纯母性。是咱渐印这个灵性，是咱看家己即尊心明，清甲咱的源，是咱遮尔明的。这个天理只有用明白，用着明光明朗，我才会当找出着遮尔啊顺的灵性，拢是顺的，顺转顺结。这则是咱讲的灵性，这是清净的天意，派我落架顺这条心。母娘啊，伊要用的就用心转咱的心出家。一世人，咱要行的是正法，正法就是咱的心话，嘛是咱的心法。是顺着清净的法性，咱只有真心回谬，天元的灵气转来一点清净的心，咱只有落架这么稳的心性而已。阿母啊，伊爱咱一世人，你定会调，定到真久长，这是咱在世显得清楚的，无形界伊助咱即天去，会当出家伫咱现住时，拢是顺着遮尔稳的灵性。啊，是我有这个心，要向母娘啊，才来定位先天的原性。只要咱人啊会清醒。咱才有这么顺的灵性，五等的咱这条清净的路，拢是恢复灵魂这间气，我再来向有稳这条心，是灵伊的本性，是咱五等的现世证。咱有一条正法的灵气，再来讲顺家。安定的心，灵魂伊的灵性，转着咱这么清的天性，无形伊爱咱的静的心，咱再来看现有老母啊伊的灵，是你行向这条灵性，是你即马咧讲的本源本性，这是清净的天性。爱咱看现，则是原神。这点有稳的灵性，咱直通先天的本性降落伫咱的心内。伫我现开这么静，我再来讲回到本性啊，恢复清界这条灵气，转到咱这么顺的心神啊，是咱以。清净这条灵魂，阿母啊，伊讲的稳，拢是清净的天。咱再来行顺家的神呐，灵魂伊的天性，咱爱看到是天命，这点则是咱顺家的神。灵魂这条灵气，落地稳定。这条心的，这是咱向的清咱的性，直通金宝这么稳的本领，是咱以清净这点气落到这么顺的心性，这点灵光的发性，只有咱回到
无形的情，是咱顺甲稳定的天性。咱才有遮尔啊顺的无灵，现伫咱遮尔顺的灵气，只有看到金宝清家己的心，灵魂伊的天界，只有咱向当爱自在。合到遮尔顺的灵气，咱只有来讲回到顺理，是咱行这条灵性，搁倒转来咱的本心福位，拢是原来这个灵气，咱才会当向遮尔啊顺的灵性，拢是先天的灵气，附伫我即马这个心会当主宰。我个人的主意啊，才会当行倒转来。我即马这个心的善用可用啊，是咱以这条正法的灵性，要来讲放会开。一世人，我只有用心来体会，体会到有够，这种气场入神，转虚无，这个真理。只有用着咱的心，无助啊，生出着这个道心，这才是咱发射着天性。阿母啊，来讲真道本心，咱有这条清甲源头。母娘啊，伊爱咱会顺伊的心，是咱主宰这个灵气，是咱转转来这个天。原始闹灵性，爱咱转到遮尔清的本性，这点有稳的灵性，咱只有来看清家己的心，灵源是灵气，顺着遮尔清的心，我有一条正法的灵性，咱再来讲回到本性。是咱行这点灵魂，是咱转有情，这条青天的灵气，转伫咱遮尔静的心里，我有遮尔清的法性，是咱主宰这个灵性，是咱学成这世人，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无形伊个法界，只有行咱现在，因为只有照着咱个性，这是咱团咱个灵性，恢复遮尔啊稳定这条心，咱只有养咱家己这个心转来心呢，安尼这个性才会当稳长久。现此时，我要讲的是先天的法门，用着咱家己的心性发射，这才是会当修通。今日我爱是流通的，是合性的，这才是咱团的清净的本性，落得这么稳的天神呐、啊，灵源是灵天啦、啊。做定是现世界，爱我有遮尼精的灵气呀，拢是对咱无形这个法生。我今仔用着先天的法，我才有遮尼执着的心，拢是照着阿母的圣意，这个心才走会出来。伫咱即马道场修建，因为心是无形象的。我只有用着流通这个灵气来伫遮修建，是咱照着母啊伊的能量，这口气啊伫遮清咱的心，拢是安稳这条灵性，咱看无的这尊神明，这是咱行这点灵性，要倒转来回灵。白净无味的这条原性，拢是咱的天元
儒家，拢是咱的元素太素、太粗、太素、太极、太液，这才是咱顺着无形这条灵性。今仔我用上简易的，我再来讲出着天元。即马我这个灵性，归着咱的法这条清净。无形界爱咱用着上古朴的、上简素的，这就是咱的心恢复咱的天理，行出着你这条道心天路，咱才有这么清净的灵性，这么明慧的元神，是咱以这点灵性，一世人咱要行倒转来这条真啊。是咱正觉如灵来啊，母娘爱咱清净这条心，是咱爱有这条正法的正理，咱的心一定爱倒转来，咱的翻白归依，这才是咱会当讲的灵性，发射着咱的无形力量。是咱要行的正法的灵性，往着咱金母娘娘这个灵气，要伫这个心中无限的亮光，这才是咱找着清净的天界，西方咱老母这个主宰，是上冲这点气。我要向的是永远生南方，就是南极、南岛，伊是 NCV。今咱倒转来是归北岛，北岛西西北，所以咱倒转来西方，才会当永远留伫遮。这是咱灵魂，这个灵性。地起五行中，就无南北啊，无东西啊，只有咱即马定的一点，元天的本性，先天儒家这条心，还未开天，伊就定伫遮，是咱原来这个灵气，是咱出家这个心，你才找到倒来。这个是咱照着灵魂，这个灵性大虚空，咱的清净境，无形伊爱咱的落定，这个心会生出着咱原来迄个无味，迄个道法，这则是咱清净的天性，转到咱的无心现出着神，以这条原性，拢是顺家。这个灵气，拢是无妄语，这条神呢，这才是咱顺着清净的天性，在世间咱讲的通灵，有咱真稳定这点气，咱再来讲顺家阿母啊，伊的心是元天的灵性，是咱搁讲出家这条本性。拢是顺着清净的心，咱带有老母这么稳的心，真理有法有灵性，转咱回转来先天性，是咱回到这条灵性，是你搁再向转来这尊神明，拢是法界天，我再来行向。有稳定的心，是我以清净这条灵性啊，嘛是我即马找倒来稳定的本性。即世咱做人，好不容易升级，阿母啊，伊会当甲咱牵绳，伊会当甲咱连绳。即马咱即个气会清，所以讲咱即条灵。都有这个神的计啊！虽然咱只毛这个色心这么重，
搁爱负任咱现主持的工课的任务。所以讲，是咱离开着我即马的执着，我现主持的形象，因为我只有用着清净，我执着伫这个道的，我才有这个心神，直接在在。因为我做人到这个神的客啊，的位就对啦。安尼我再来讲出灵魂这个灵性，这世人的打拼，就是咱这个神的威严尔，神的纪念尔，神的分量。这才是咱倒转的原来啦，咱了脱因果，了脱生死，了脱到轮回，了脱到青罗。我爱是这么清净啦，这世人老母啊，伊要教我的功课啦，要领啦，是咱主宰这个灵气。伫咱咧讲法，法就是正经啊，正心啊，或者心经啊。这是老母啊，伊的法门。就老母啊，伊甲我劝导就对啦，甲我教养啦。我才会当找出着我家己。母啊，甲咱讲，咱来家己去经验去做啊，去甲做出着咱现主时的实力啦。这才是咱灵魂的灵性，百般的考试啦，考咱家己的志向，考咱家己的心清明理。众神是要扶咱爬起，甲伊并起。并坐啦，毋是咧骂你虾米啦，毋是咧骂互你艰苦的啦，互你痛苦的啦，互你接袂掉的啦。是咱咧讲的这条灵性，咱再来讲现世的灵魂，是咱用着这条正天的灵气。母娘啊，毋是讲看你无力咧落界。是咱以这条真稳固，真甲咱照顾，真稳定，伊要提升咱的素质啦。今日无这个水平，无这个水准，你就无力啦，无法度向着你的精神，发射着你即马精神啊，这条本领。虚空界啊，就是你真法啦，就是你的真心爱转会入来，爱投会入来，爱客会入来，这才是重要啦。基底拢是咱的心，这个意思啦。今日心的意思是重要，无唔对。但是咱这个意呀、啊，这个意识啊，一定爱神来甲你定这个意识，你才会转盘。你才有这个心意啊，互你智慧啊。智慧是天自然生啊，这个来了啊，或者天然啊，是咱用着天生这个自然的法门啊。安尼，我才会当讲出我现主时这个心的精神，拢是无影无假。无这个形体，无这个形象，无这个声音，母娘伊爱我用形容的，用着我即卖灵感，家己讲家己听，家己传家己多，家己来行家己印证，这是我在世间爱安尼做的啦。今日拢伫我的心内底是暗的啊，因为咱只有暗念的尔。暗念是属现主时的显白嘛，真多爱讲嘛，你爱显的明嘛，你爱显的出来嘛，但是福报爱伫暗的内底啊，点点啊做，点点啊累积啊，所有的经典拢是安尼写的嘛，安尼传的嘛，今日我照着先天。照着天地所说的，我甲讲出来，这就是甲较早
古圣先贤所有的这个角度是相同的嘛？啊，咱人就是要行清楚明白嘛，互了解嘛。安尼你才有法落了脱着复杂嘛，复杂你才会生麻烦啊。今日要脱离着烦恼嘛，你这个身躯的设定，所有的业绩，所有的业力，所有咱即马咧讲的阻挡，咱人是艰苦的嘛。人不爱用地咧，不爱用束缚关咧，不爱用指派，传来传去，你耳啊真正受不了嘛，接受不了嘛，挡袂牢就对啦。今日爱是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但是你要受到种种的拖磨，磨你这颗心暗的变光的啊！你这个刀才显得出来啊！不是你怎啊接到的信息啊？我拢在心内底有无？我家己知，啊，我家己来用有无？迄无正确啦！真侪修持是安尼嘛，走正气就是安尼嘛，无出来甲人难嘛，给人拍片就是这意思啊！要有大家共同的探讨研究嘛，有灵气的，有灵动的，有所有代价的，啊，甲你用家己这个阴心就对啦，你的暗暗的这个心有无？你讲出来话无同，因为是你在世间的意识啊，你无法度发射到先天的智慧啊，意识甲智慧是天差甲地呢。所以讲，真侪人用心意，啊，这是你的功课啦。但是你还佫接受佮你即马这个灵伊的传达，你才会当恢复原来迄个正果啊。是咱用安尼来讲啊，这个法在生啦。今日要生是正法啦，唔是咱即马起心动念，这个慢慢发啦。慢慢发，永远是积累啊，永远是心外口的物啊。所以讲，今日我爱是这条灵性，是咱要讲到这条清净的法界。咱今日咧讲物啊，就是东西啦，东西就是主人甲人客啦，是咱爱有这条的灵气，个人爱有一个主观啦。今仔日咱修道是反观，所以你若修到有够力啊，修到有清楚啊，你爱客观、谦虚，这是咱儒家的正理啦，嘛是要推展咱现主是做人的原则啦，是咱行回这点灵气，咱有这个真心，你就嫁入吧。咱人拢会认主嘛，一个人，你所有的认真，你现主是会听到，咱袂当讲依咱知有无，啊，着甲分关家，道理无咧分关家啦，只是咱人有无，你超过关心，你看会出来，即个心放袂落。如果我若亲像安尼有无？早早就真侪淘汰啊！来甲我坐定咧讲啊！啊，即个好政治你甲留，歹政治你甲踢掉啊！但是我家己有一个主定嘛，歹政治咱则是爱甲培养嘛，咱则是爱甲捡倒转来嘛。所以讲有真侪人灰心，真侪人即个心拢放掉啊！我嘛是慢慢，搁甲伊救倒转来。搁予伊机会，爱在成长嘛。捌伫咱这个心嘛，是这么高怪，这么侪心，伊所有要爱迄个程度嘛，伊个看法嘛。所以讲人啊，若无用，无你嘛种诶，上善若水有无？这么柔和有无？安尼慢慢。两手啊，甲你留咧有无？你要怎会生长出来？
你也看咱拢这么侪岁，这么老啊、哦！你伫行这条路二十几年，你有晒胎几遍，你家己爱知。你过去的程度，你爱想倒转来，别人嘛会甲你同款啊，会晒性地啊，会无名的时阵啊，啊，这是一个考试盘呢，这是要教咱所有的众生呢，好歹。咱拢爱互伊入镜头，咱莫甲分别。虽然呐、啊，咱知影，啊无过去阿兰陀啊、阿兰尊者有无？伊都未受到遐兄弟，甲讲你真正有无？悟未出到这个真道啦，伊有机会啊。所以人啊，这个心态就是伫遮尔尔。你有当时啊讲，哎呦，我都未敬。但是你家己，你袂去要你金啊，你袂去看你现主持的啊，是咱来照着无义，咱会当定出现主持的你，拢是平平，因为这是一个演化，这是一个道场，要表明咱的心拢是平等的。但是咱人会安尼讲哦，但是你怎啊要做的有无？心都关机了，所以讲片的头前，我讲绝对无分关机。咱只是用着咱这个天山、元脉、元神、元庙来咧教咱这兄弟姊妹。咱嘛卖讲凉风啦，讲到这么高贵，是咱要来讲着灵性话啊，伊是会分出着。贵宾啊，所以讲，我要将着真兵数，这世人我所有捌的，悬的甲降价，咱才是平均，低的甲扭起，这才是咱道界灵性。你看，咱出去的，老党的，因太太所有的拢这么，你讲的拢这么谦虚。但是，咱爱对谦虚，搁来进步啊，更加谦虚啊。做人安尼，你就有仁慈啊啦。你这种功德是无限的，尊者就好啊，这么侪回再来。但是，所有你叫伊做，伊毋捌讲一句无爱。这才是咱真正咧讲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啊。这是无限的。今日你讲阁未那唔咧，我啊就伤克掉去啊。是咱要延伸嘛？今日所有讲的拢是要往生延伸，延伸甲延寿嘛同款。但是咱这个生是脱离着复杂啊。但是你延寿的时阵，啊受着生老病死的拖磨。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性啊！咱咧推断咱即马这个真理啊，这个内容就对了。现伫原来灵性，转咱出家则是天灵。伫咱出入，拢无分关家清浅上下，啊，这就是咱修行啊，咱所讲这个量不够啦。今日要做的是天书，大公无私，这才是咱一心啊的状态。因为咱要照着先天呐、啊，这个棒啊，这个牛啊，这个亲呐、啊，安尼咱才会当行到符合啦。母啊，伊爱是相通这个灵气嘛。我常咧讲苦的有无？你若沾中小可有破破，伊就无收到底啊。你就免今日入佛门啊！但是你随着老师啊，甲咱母娘同款啊，有教无类啊。咱过去咧讲夜经的时阵有无？你都不管你生做安怎，哦，譬如讲天地阿华一来，咱绝对欢迎的。这叫做有教无类啊！啊，你唔通讲哦，啊，这读大学的啊。
这个五档的，甲咱即马讲啊，自身因都较少年、较认真，伊都较欢迎伊。咱无安尼啦，是希望因进步会紧，会明理中见到伊家己的本性，这个天缘啊。是咱要讲到这条灵天的灵性，这个天的元素，拢是这条本源本源。拢是相同的宿命嘛。今咱爱是清心，你才有遮尼啊明的灵气，落家伫咱即马即个道场的，随着这条灵天的心嘛。今仔我咧讲的是用丹田使的，无形即个道理的，但是无形伊是行伫咱身体的啊。伊早伊就用着咱即马咧讲的。这个片啊，这个烧伤，这个音波传到咱即马规个虚空啊，这个宇宙啊，这个万顷啊，是用安尼咧讲无形伊这个气场的力啦。啊，这个代表咱的心啊，咱的功用力啊，功信心啊，现伫清净这个天元啊，咱道理捌，爱晓用啦。道理你若捌不晓用，等于莫捌伊啦。这是上简单的嘛，我讲叫做感应嘛。真法显来是灵性，转眼有无是天命。今日只有用着咱这条花的任务，嘛是咱起码这个宗旨。咱接到的是咱天山这个圆满。就是咱即摆咧讲的这个灵脉，这个山接山，有咱这个灵伊的真心，才会当甲咱这个祖脉开明啦，开明正山就对了。你知影，你才会当讲甲山内底呀，伊是有金矿无？伊是有玉啊无？这则是咱现主时，咱落界信息啦。是咱主要这个灵性，是咱看到现代咱的本性，拢是元天的灵性，做咱这世人的心清，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咱才会当转到这么清净。既然咱在世要做啊，就做好伊亲像老母啊这种格。啊，这才是无所不包啊，无限的量度啊！现伫咱这条灵气，咱这世人是欢欢喜喜、合乐，就是好乐。这才是咱清净的天界，洗净咱这个心性，要倒转来原来福位，真灵本性是天意。教咱转念是顺利，有咱显明这条缘，这是咱的祖啊。今咱只有讲三清道祖、三太老祖，这就是咱的祖脉，嘛是咱的祖源，嘛是咱的祖先。所以今咱要讲的，拢是恢复咱的元性，恢复咱即马祖师爷伊的教法。一条青天的本性，咱只有射出着光明，这才是咱恢复，才做啊，伊甲咱牵绳，这才是咱的追思追念，拢是因水思源呐。咱才有这么清楚的天界。咱今仔有母娘，这个甘露，这个灵水，伊所有的道法，伫咱这个心头，甲咱牵绳。所以讲，我爱将着现主时的灵性，咱的真源直接报告啊！啊，这则是咱出家的灵性，一世人会当跟随咱天山。天山就是近天，山是上悬的，所以讲天甲山是相接近的。今咱这个气流甲遮，咱就会当倒转来元天元神啊！离袂开着这种作用啦。
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性，要来讲到这么单纯的本性，天元是这么清净，咱爱是走向这尊神明。一世人，你这个心放的内，就无分你甲我，这种成绩啊，这种成就啊，所以咱的性一定要改。在你即马唔知，在你即马会分别、会执着，啊，这就是咱即马未当讲的话啊，是咱点点啊去运作，点点啊去做出来，悄悄人。伊看伊家己虾米办呢？家己会知影啦。啊，这则是伊家己会当自性自度啊，才会当叫醒伊现主持要行这条心路觉醒啊。无量是用安尼咧甲咱教的啦，唔是讲啊，你着爱讲指责，啊，你着爱讲较足厉害的有无？安尼大家拢会配面啦，大家会生怨，你知无？迄、那个魂条条啊！你也看伫咱遮走出来有无？咱拢是圆当年的，大家无歹笑面，无歹面相看嘛。唔是小欠钱，啊是讲小欠情，啊是讲我投资伫遮有无？啊你对我无好嘛？是咱只嘛万行就对啦，万法拢是缘起嘛。啊缘起是啥？都无输无败来结缘的啊，所以讲性空嘛。拢是对这个无因引来的嘛，啊，这是讲过去世嘛，咱所有的缘分嘛，啊来结到咱现主持这个团体嘛，啊，团体你若要向进，啊，就是你的心，你这个福报有加加嘛。今天我嘛感恩某娘嘛，伊会当予我这二十几年有无，身体行行，所有的应外事有无？就咱即卖来讲个背对啦，交背啦，佮拍会当过啊，这是好不容易个代志啊！你讲一个姜就对啦，逐天拢有人客，无人客真少嘛。你着知影讲人来客去，你一半摆啊，你着挡袂了啊，差着你个时间啦，啊，差着你个作息啦。啊，差到现主是你的应书啦，有无？真无方便嘛，包括你要变数都无方便啊。是咱依这条正天的灵气嘛，但是咱一定要甲经出到咱现主是这个道理。咱的业哪会这么重？咱的行嘛，别人的业哪会这么轻？过去所有留落来嘛。但是咱即马后世人要好，未来要好，就是即马咱咧做诶清气想嘛，莫阁有即个垃圾鬼就对啦。爱人诶物件，爱乌白讲话，爱啥人惊诶哇，道中毋足侪。但是迄款诶，咱不可说啊，不可触啊，是真理即个灵性，是咱心内底啊，遮尔稳定。所以我若无降价，我若无这么精有无？我无法度讲价，这么清的内底，这种来历啦，啊，是真正有神，真正有这个磁场，在引着我在世间所有欠伫遮蹲伫遮，这资料提出来用啦。啊，这是当下刹那间，某娘啊甲我讲的，啊，我会当应付的。用到这个方便的法门，用到我即马知所有来直接解答啦。现伫清净一点气，咱爱顺加度量的心嘛。每一个人的心意若无够，咱大家都无输赢。我常咧讲缘呐，这个缘若无缘有无？你安怎讲，这个缘都接袂转来啦。婚姻嘛，同款啦，所有的情拢同款啦，尤其是修道无情，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咱今日所有结缘，若当你的业愈来愈轻啦。阿嬷咱要做的有无？啊，大家拢是精英啊，
大家拢是精明精粹啊，无复杂的心，无一丝丝啊，藕断丝连搁黏掉咧，咱要甲断掉嘛。这个牛啊丝，甲这个蚵啊丝有无？咱不爱搁黏咧啊嘛，甲咱的古话同款。是这条青天的灵性，咱不爱搁家己有无？敢像牛啊咧有无？吐丝滚家己有无？泡伫内底啊，无自无由啊。但是伊是化身啊，伊无安尼，伊就无法度讲家己吐丝，即只牛啊糖，后满所有变野啊，再来生卵有无？啊，再来出糖。今咱人是伫生啊，咱是照着这个胎胞啊胎神，这个所有讲的咱的胎气啊，再出世。咱即嘛咧讲的啊。你这个身躯啊，是咱以这条灵天的精神，咱顺着元天的本性，所以咱人是心在变，心在变就是在化，所以讲咱拢是伫这个咱的生化中，生就是无甲你生，啊，伫你生出来，直接慢慢在变，就是在化，为囡仔化作中年、壮年、老年。这是安尼嘛，咱十二点生活，大家都知影嘛。这甲十二阴阳同款啦，甲十二地支同款就对啦。长生木易冠带连冠帝旺衰病属木者太阳。十二点生活，你着怎讲？伊到尾嘛是同款啦，十二点钟嘛。为无诶，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搁归一嘛。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咱才转到这么顺的天命嘛。今日讲六个时辰，就是白日，后壁六个时辰就是暗时，所以讲有黑白有动静嘛。安尼咧，让咱用嘛。啊，咱要脱离着黑白啊，要爬起来永远无分渣咧，无咱即嘛这个月娘甲咱渣咧，即粒太阳嘛。拢是白光的嘛，咱这个地球就是太阳，甲咱迄个月亮甲咱照，咱这个地球才无法度看到太阳嘛。啊，是这个地球自转有无？啊，你这边你都看到太阳，啊，这边都乌暗照咧嘛，无看到太阳都暗时嘛。是咱要恢复着明心，无爱明暗中这个心啦。安尼你是看袂清楚家己的。是咱顺着这条灵气，要来讲着兑现咱的清净。所以讲，咱在这个地球，再来讲着咱即马讲受妄回，受就是咱这个月头一天，或者受日受夜，这个月亮或者受夜。今咱讲十五或者妄日，这个月亮或者妄夜。咱一个月上届大底，有诶二八，有诶二九，有诶三十，有诶三十一咧。上届每一天诶，或者回日，或者回夜。所以讲，咱初一十五要靠近，就是这个意思。要有心，要有咱诶灵，要有咱每一个人会当知影，咱即马一个月是安怎过，嘛是一种体会，嘛是一种思念。这个日子，这个时光，这个时空，若过，咱就对袂转来。所以，咱的珍惜后半段，是咱用着这条灵气，咱爱顺着道灵这条心，献伫顺界天性。咱爱转嫁这样稳的天性，无形伊只有讲灵性，在世间咱只有对神。我有这么清净的灵性，这是我在世显得出来，这嘛是我的本领，嘛是我做出来。我本来无这个才华，但是母娘啊，一直甲我教，一直甲我鼓励。你有这种才调，今仔我打拼出来，我才会当见你保证。我才有这个心，我才有这个面子啊，见大家。这是咱回到的灵性，咱会当讲无愧啦。
对起着家己。是咱即马即个灵气，咱也会当对起家己即粒真心做人处事，是元天的灵性，是咱搁转顺家即条本领。一般啦，有修持无修持有无？一个英人啦，那比如讲一个月去找你十遍有无？你看你会做袂？但是我不会啊，来才是客啊，不是我的人客，是伊要来找这个道理，伊要来找开来性哦，要来找母娘，我无迄个鸡红车啦，所以我只是代表开台性哦，伫遐咧接伊无形迄条圣尊啦，所以讲咱爱安尼磨，咱要无形爱甲咱炼丹。不是像菩萨讲看人，迄个过来，伊会烦恼。是咱知影讲，咱要做个工课，咱要安来应合应化，这是时阵嘛。今仔我66岁啊，互你搁做，敢有5年10年许，嘛免烦恼遐济嘛，顺其咱来来去去的自然啦。啊，你心则袂直接掉咧啊，你心则袂直接烦恼执着啊。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个人的心嘛，你一定要体会，体会到这么顺，讲给大家来听分享，因为这是会当得到咱现主时的福报福德的。是咱用着清净的天，咱再来讲有够这条灵，现伫顺家这点气，咱才带有这么正的心神。拢是无形，这条灵性，拢是转到这么清的天灵，上中有无现世情？咱只有来转到这么稳的心，拢是主宰这个灵气，拢是活用伫现主时的心，这个力，是你要使近力还是远力？你要使大力还是小力？这才是现主时，咱会当拍算的。虽然咱是照天意啦，但是咱个人会当使力啦，使乎顺出力啦，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是咱心力在运转、在运用、在适用。今仔日神，伊是照着现主时的圣意，这个力伊才会当将着神发射。所以今仔咱人的心。咱嘛要照着神的心力，无边照耀、焕化咱每一条心灵，伊会通畅，拢是顺。咱才有这么明的灵性，徛伫遮咧讲的正经、正神、正义、传法这条灵性啊！好啊！Oh, yeah.
呀咿呀咿呀哦咿哦咿哦咿哩哦哦咿哩哦哦哦哦咿咿哦咿哦咿哩哦咿哦咿哦哦哦啊哈哎呐哈哦啊咿咿哩啊啊啊咿咿哩哦咿哩哩咿咿咿啊哦咿哩咿哦哎呐哦啊咿哩咿哩啊哦。Yeah.